张乐威出身，萧泰仁张乐，萧泰仁作品是和台湾的音乐文化更加丰富。有一摆萧老师去一个教会做礼拜时，伊看伊迄个圣诗本边啊有夹一张细张的卷，一看是原住民的俄罗斯歌《玛丽玛丽·提耶稣三》，并且看了真欢喜，由迄个节奏活泼。搁真有人情，因为萧老师真爱用台湾这原住民的节奏，加上各族群多元文化的曲调，甲和声来写曲，可以搁较有台湾的本土音乐文化。萧老师写看到这个曲作动机，来结合伊所写的诗篇101篇，我要夜望山，我的房产对呾落来。我的房产是对创造宇宙的邀我来结合玛丽玛丽耶稣。